Hello， 今天来参加一场健身爱好者的派对，是外星人举办的运动嘉年华，让我们一起流汗吧。这边就是运动 PK 区了，我发现有几个项目是我平时就会做的。我先挑战一下划船机，像这个划船机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全身有氧运动的设备，它可以帮助我们锻炼到背部、腹部还有手臂等等很多部位的肌肉。大家使用划船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部要挺直，然后双脚放在这个踏板上面，注意安全。稍微坐两下就出汗了。这个战绳我也想挑战一下，因为它能很好的帮我们加强核心。做这项运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身体稳定，不要摇晃，挺胸收腹，双脚呢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微弯曲，然后核心收紧。运动完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活动，刚才看到那边有一个舞台区好像挺热闹的，我去看看。这边会有一些团课，大家都好有活力啊，这样的氛围很好。来体验一下动感单车，挺胸15秒。稍微运动下出出汗真的太舒服了，运动完一定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和矿物质。Hello， 我这里有外星人电解质水，接受我的小采访可以获得？可以，但你先给我吧，渴得不行。体验了战绳，然后还体验了划船机，还有这个动感单车，跟着上了一会儿他们的课程。我看那边还有一些摊位，然后我一会儿可以去逛一下。保持规律的锻炼啊，健身也好呀，去做一些别的运动也好，然后一定要规律的饮食和作息，保持睡眠。这数据已经更新到530了。球类运动，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让我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，还有一个精神状态，就是经常运动可以让自己的精力更加的充沛，然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会更加有精力。哎，那这瓶也是不是可以给我了？好，谢谢。这里好玩的还挺多的，我不知不觉就玩了好几个小时，而且还种草了外星人的好几款饮品，比如说电解质水，它的里面的电解质是非常丰富的，特别适合运动完喝，而且还是零糖零卡。还有这款外星人味物也不错，里面添加的电解质是无甜无糖的淡柠檬味，平时还可以当水喝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